在圣诞节，我期待着，我期待着，就是我等着你，你的来临。And that is the lyrics that Hong Kong star Nancy Sit wrote for one of the songs in her Christmas album. As a first attempt at penning a song, the words came faster than she thought, but it wasn't without challenges. 以前呢，就我很喜欢唱那个比较轻快的，好像恰恰恰恰恰恰，还有接到话就嘿呀嘿呀嘿呀这样。但是这个歌呢，就是比较有感情的唱出来。如果大家熟悉我的歌的话，就感觉哎，佳怡姐这次，改变了很多，而且有进步了。你第一次填词是你的灵感是从哪里来的？我很奇怪，可能我祈祷嘛，我的灵感突然就出来了。我就说这个圣诞节，我就要迎接我最爱的人，我把我的爱就献给他。很快的，差不多一个小时，我的灵感就传就出来，所以我唱的时候也特别有灵感。填词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困难呢？其实也有的，因为你的灵感出来了，你的意思，你用的字也出来了，但是还要配那个 melody 嘛，所以那个时候我感觉有点困难，但是还好啊，还可以克服。怎么克服呢？我说只要用心了，一定做得到。所以呢，还开了我自己一个理想，就是以后我可以在这方面也多一点的作词了，也多一点的创造，就是觉得就是人到老也要学到老。And with this spirit, Nancy has achieved a name for herself with 50 years of entertainment experience. Next up, she tells us about her most memorable drama roles.